我们泰国人来放生的啊，你看我昨天也放生了啊，你们可以看我的朋友圈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大鱼呢就大概在寺庙旁边啊，寺庙旁边，这就是我们来放生的，本来是小条啊，他们每次游客过来呢，一条，有一些呢就是一个过十点，一个过十点。 嗯。